踩进去，他就会欢迎光临了，真的吗？可以说什么？欢迎光临！欢迎光临！不要不要闹人家了啊！这里面是西餐厅，是不是？太好了，走走走，里面走西餐厅。哦，哎，等一下，那西餐厅客满了吗？客满。那我们走好了，因为客满了没位置，走好了。有位置吗？有吗？没错，好，这里好，好好好，这里是，你看两个位置对，哎呀哇，哎，那里还有牌子呢，你看哇，你看对，人家这么盛热情的邀请我们，我们坐那边好。生菜沙拉，这里什么都有，拉面，拉茶，新加坡小印度拉茶，对，拉布洛都来两只，好吧，拉布拉多，喂，拉布拉多没加了，好，你好，没空，有什么拉沙，嘿，生菜沙拉，拉沙有没有？拉沙你知道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拉贝冰沙，什么？拉贝冰沙，就简称叫拉沙嘛。拉沙是在新加坡咖喱米粉很好吃的东西，对。拉贝冰沙啦，这么好来了，好来了，请放。哇，刚好哭了。谢谢。阿杜阿杜，我爱你。哎呀，谢谢。哎，我们先喝了，好不好？还没啦，还没啦，要看到那个颜色吸起来有没有？到这里，这样看得到。还没啦，还要吸起来再叮咚啊！准备哦。哎，那个这个哈，这个，哎，咱配冰箱不说一起啊，过来，准备好了啊！一二三就叮咚了，一二三。哦，很清凉，对啊，会不会唱阿杜的歌啊？会吗？真的吗？叫你唱歌，你坐在这里干嘛？叫你来唱歌，你坐下来干嘛？来。准备，哎，嘘，他一定让你一杯，气，卡，这是一首算是抒情，有点悲伤的。你怎么唱的好像变态？爱你，把你吃下去，喂，唱的跟色狼一样，你要弄，啊，这样，正经一点，要悲伤。被女朋友抛弃，你会这样吗？好了，来一杯，开始。等一下，咔！你是被蛇咬到，对不对？你要放，好来，请他示范一次给你看。看一次给他看。他一定很爱你，也把我逼下去。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，他一定很爱你，比我会讨好你，不会像我这样爱自己。一起来，为难着你。有没有人会唱我的歌？我没有做唱片哦，对不起，好，来，好了，对。祝你唱片专辑大卖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同学大家注意，等一下我喊十字路口，所有人说成功，好不好？准备好，准备，好了，我们来这边，好了，来准备，对，好，要去十字路口，成功！好漂亮，天哪，哎，快点，什么？十字路口。
攀登高峰。哎呦，哎，好可爱！哇，哎，哎，你，哎，你看，哎，他坐在那里好笨哦，这么热。热到来了，我带你们进来。哇，哎呦，那个摄影师，麻烦你外面等我们一下，好吧？来，我们进来。因为我不想跟你跟。什么？你讲什么话？没看到这个尊重，请勿摄影。对，啊，哦，那是照相机啊，摄影机，对，你赶快快，里面有冷气，啊，哎呀，好漂亮啊，哎呀，这是老板娘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这位太太，你醒醒吧，醒，要就大家一起了 ，OK， 啊，非常感谢能够来到这边啊，看到上空下海，这大师兄上空下海，上空下海，这位是二师姐，上吐下泻，是，吐泻师傅，还有空海大师，是，我们来阿弥陀佛，我们来这一边啊，因为我们前面是笋丝嘛，对，是啊，丝瓜炒蛤蜊，正点嘛，有没有这道菜？没有。啊，走了，我们去别家，我们去别家了，不行。等一下，这个很特别的，非常非常特别的东西，叫是什么？你没有听过的，别家没有的，丝袜奶茶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去别家吃丝瓜蛤蜊。不要这样子啊！好，丝袜奶茶。既然你拜托丝袜奶茶，怎么会有丝袜呢？跟那个乳袜一样吗？对呀。泡上去才喝的。对呀。哎呦，不会吧？是拿那个茶包，后来拿去煮。哎，对。后面有背后灵，哈哈哈哈哈！阿弥陀佛，在我们十字路口里面的意思是无米的混，好，阿那无米的无汤加，无米的混，阿弥陀佛，好冷，我一直很想带这种气氛，这种天气，哎呀，有松鼠，太差了，进来，啊，好漂亮啊，天哪，哎呦，我们的唱手更加有啊，真的吗？我来试试一下，真的，这个不可能在这个地方竟然有这种店，好特别哦，哇，艺术文化，这个意思，那个是尿，不要用了，你是尿啦，真的吗？还搞像莲蓬头，它这个怎，舒服哦，是在躺下去跟有问题的，对呀，躺在上面大佛祖，大神，好，观众朋友，台湾处处有惊喜啊，是啊，真的，你看看嘛，您这个所在关田的对吧？对，骆驼咖啡馆，哇，见他那个大头鬼，好漂亮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世外名媛嘞，来，我们找位置坐，来，董娘请带路，来，过来，哇，谢谢老板娘，你看，准备的这个，奶茶先喝一口，叮叮叮叮，哇，好绵哦，好绵哦，难怪叫丝袜，哇，入口即化，就是说它那个口感呢，好像丝袜这样穿透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怎么样呢？绵绵的，这个人的境界不一样，真的哈，是。老板娘有没有看过如花？看过，他竟然拿苦袜，苦袜。以后不要用有穿过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好啊，最粗的那个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最粗的那个剪刀石头布，快来，没关系，不会，头发不会乱，你可以连帽子一起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会。我会很温柔的啦，哈，来慢慢套嘛，一二三，快抽，手拿开，你想赖皮？性格真的看不到他的丑啊！对呀，真是的，绑起来，绑起来，好，来你就这样喝，不要动，好。奶茶，喝奶茶，喝奶，来，来，大姐三妹，来，一起，好啊，就这样，你还没连奶茶都泡进去啊？这一碗是什么？
哎呦，静香韩式锅巴饭，我的泰式柠檬鱼，这就金炖牛腩堡。那我们赶快开动，好吗？是各选各选一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客起来了。锅巴饭厉害了，再次谢谢老板，掌声给他鼓励。谢谢。